Hello, this is Shelley from We Smell in China. We are leading candy cane manufacturer. Today, I will introduce this product. 今天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五轴的试雕雕刻机。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外观啊。首先看它这个整体的外观是呈黑色和白色相间的。然后看这个整个也是一个立体型。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透视屏，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显示，下面呢就是一个拉环的一个抽屉，然后在最底下呢就是一个柜子，然后在了里面可以放一些就是水泵啊等所有的东西。然后咱们再看细节，